Eleven 出道以来便受到瞩目，不仅在音源榜上获得好成绩，也成功在打歌节目获得13个一位。而在近日 ，IVE 推出新曲《Love Dive》进行回归 ，MV 中全员多变的造型，完全聚集粉丝的心脏呢。而在 Showcase 舞台上，女孩们更是以校服造型登场，女高中生的造型完全让人心动呢。此次新歌不仅好听，更是让人眼前一亮，也期待之后歌曲能在打歌节目获得一位吧。